是但宾 BDC 高架桥至 Emporium 商业中心前的路段，从10月13日起进行道路维修工程，尘土飞扬，引起附近商家及道路使用者怨声载道。公共工程局文告指出，此项工程预计在11月5日才会完工。星洲日报今日实地了解时，当局出动洒水车在路面洒水，但由于天气炎热，所洒在路面上的水在一段时间后就会蒸发，尘土飞扬的问题再次出现。道路使用者在这段期间使用上述路段时，请小心驾驶，并多加忍耐及谅解。